伯父的当头棒喝，让他走上了学习陈氏太极拳的道路。如果传到你们这一代传不下去了，你上对不起祖先，下对不起子孙，子孙万代都会骂你。半个世纪的薪火相传，陈氏太极拳有着怎样的宿命与轮回？我估计现在光我这个体系里面，不是其他老师不算的，最少有几百万人。精神拳、文化拳、文明拳，这都是太极拳在外边的影响。本期口述人陈正雷，生于1949年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。1958年，陈正雷刚满9岁。一天，他见到了素未谋面的五伯父陈兆丕。到家里一看，他说：“我在外边，含辛茹苦的去传播太极、教太极、弘扬太极、宣传陈家沟、宣传陈氏太极拳，30年了。你看，28年出去，58年回家，30年来，我在外边都是这样传播的。结果这个时候回到家乡，冷冷清清，看练拳的人很少。”陈兆丕早年从陈家沟迁往北京同仁堂教拳，后来又辗转到南京推广陈氏太极拳。他漂泊异乡几十年，如今回到老家，却发现陈氏太极拳的发祥地陈家沟已经很少有人在练拳了。眼看着这个传续要断宗了，接不上代了，所以他心急如焚。所以我回去就给他领导说我要回家。他说那你现在走，你只能拿40%的工资退休金，你再有几个月工资改革你能拿到60%。后来他说你不给我钱我要回去，就背着行李就走了。就这样回到家，当天到家就把我们一帮孩子们都组织起来，我要教你们太极。陈兆丕希望把包括陈正雷在内的20多个年轻人组织起来，教授他们太极拳。但那个时候，陈正雷却根本没什么兴趣学拳。他早年丧父，后母亲改嫁，现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大娘相依为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生存下去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我在学校一直都是班长，那个人家我不让人家掉队，都是排着队的回家。但是我走到路边，有那个玉米杆、高粱杆、树枝，我要捡这么一捆回家自己做饭吃。生活的艰辛，让陈正雷根本无暇学拳。面对他冷淡的学拳态度，陈正雷的伯父并没有放弃他。太极拳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传了几百年了，代代都有名人。如果传到你们这一代传不下去了，你上对不起祖先，下对不起子孙，子孙万代都会骂你。所以他从小就给你这种压力和责任感。然后他就讲，我在外边这30年，我受到的尊重，
我享受的条件，你将来你要也要当老师，你走出去了你也会享受这些条件，哎，他就给你一点希望，一点阳光。说伯父是威逼也好，利诱也罢，总之9岁的陈正雷开始了学拳之路，他也慢慢地了解到了一些有关陈氏太极拳的历史。明朝末年，陈王庭融合各家拳法之长，结合易经的阴阳学说和中医的经络学说，创编了陈氏太极拳。从此陈氏太极拳作为中国太极拳较早的一个分支，一直传承至今。太极拳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家拳，是通过这种意念如镜、周身放松、促使气血循环的这套内外兼修的方法，主要是练内气为主。内气也叫内功，这种内功充实了，内气壮大了，它产生了一种功力，这种功力也就饿着肚子练拳，他靠什么挨过艰难的岁月？他把这30斤黄豆给我，让我背回去补助身体。似真似幻，似痴似癫，什么事情让他刻骨铭心？我听完老头子讲这话，我就想哭。在黄河滩是政府的小农场里给他分了30斤黄豆，后来他捎信让我去温县城，他把这30斤黄豆给我了，让我背回去补助身体。我回去以后都是有时候煮一煮，有时候炒一炒，炒干的可以装在口袋里，煮熟的在家里可以吃，大概吃了一年多了。30斤黄豆，一天也不舍得多吃，就吃那么一小把。